小姐，您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整张的小牛皮，上等的野兔毛，非常符合你的气质。这件还挺好看的，喜不喜欢？我给你买两件，换着穿。这位先生对你真的太好了。动物招惹你们了吗？他们在森林里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凭什么被你们扒了皮做成衣服四处显摆？别介意啊，他就是个环保主义者。别介意啊。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有旗袍吗？哦，有有，这边请。喂，志刚，请放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你说吧，是不是和阿曼有关？你得先告诉我，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查阿曼？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？还有啊，到底在哪儿？不是说好昨天就回来？我半路遇到个朋友，需要处理点私事。我尽快回来。你先说阿曼到底怎么了？这两天我查了一下他的底细，信息量挺大的。我先去了一趟他的学校，他的那个系根本没有一个叫安曼的毕业生，甚至连姓安的都没有。还有他说的那些跟他玩的比较好的朋友，仔细一打听，都是一些刚认识不久的。最后我又去了一趟他的老家历县，确实，有一对老夫妻开始不说实话，但是我砸了钱之后，他们就说了实话。他们也是拿了安曼的钱替他办事，平时也就接接电话，装装样子。所以说安曼所有的经历都是编造的，连他父母都是假的。志刚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，一定帮我把安曼找到，因为无论如何他是我带到达拉的，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不见了。好。合适吗？哇塞，太漂亮了吧！我从来没见过谁能把旗袍穿出你这种感觉的，太美了。和那时候不能比，就他吧。好的。我去一下洗手间，等我一下。切记，谨言慎行。什么男的？那你来，当然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这个吗？啊！你还嘲笑我呢？我看你也不行吧。再来一次。给我，都给我！啊！你干嘛拿我皮？干嘛？别哭了！别哭了！我有病！我有病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能把小孩也给惹哭了呢？他把我的皮都画完了，一个毛毛都没夹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叔叔给你买更多的币，好不好？嗯，走。好，拿着玩吧啊。
走吧。你喜欢这个？小贝啊，借叔叔两个好不好？没想到你还有点用吗？按理说你们外星人科技的发展应该比我们先进啊。什么意思？电影里不都是坐着 UFO 操控着先进文明吗？电影？你没看过电影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你看过这个？没看过，那时候我已经……哦，其实我也没看过，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呢。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深山老林里，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精彩，到了深海之后，我不仅要让你去读大学，我还要带你去看电影，去跳舞，去参加各种名流聚会。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穿旗袍的样子有多美。司藤，跟我走好吗？好。我与你说，其实家与爱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头上都有遮拦。司藤，在外漂泊这么多年，你难道不想有个遮挡？陈世美，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，没有一个信得过。只通过一部电影来评判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儿？不是吗？我说你以前是受了多重的情伤啊，能对男人的评判这么偏颇。行，那你先看，我出一趟国庆。有一张红星 A， 等会儿谁抽到那张红星 A， 谁就去搭讪门口进来的第一个妹子，怎么样？
红星期，这不爱情要来了，从这路过的第七个美女，你主动上去跟她留个电话号码，争取跟她约会至少两次。你别闹了你，你陈婉走七年，这七年你一直都是一个人，你也该走出来了。你现在父母也不在了，我也没见你身边有什么亲人照顾你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身边有个伴儿有多重要，给自己一个机会走出来。你才几岁啊，老气横秋的。可不是，哎，我都一百多岁了。哟，你还一百多岁呢。哎，马上来了啊，这是第七个。哎，真不错啊，真不错。哎，去啊去啊，快快快去吧。我叫秦放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你好，我叫安娜。如果他要是没认识我的话，那对他来说是件好事。就是你了，哎，哎，姑娘，你一个人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也是在这儿旅游的，要不咱加个微信，明天咱一块儿去。这种不负责任的游戏还是别玩了吧。哎，你谁啊兄弟？不是，你以为你谁啊？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没事。姑娘，去办入住吧。哎，你有病吧你。这件事确实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以我的教训告诉你们，别玩了，浪费时间。我们玩我们的游戏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多管闲事，可能扫你们兴了。也许你们可以玩点别的。玩别的？哎，哎，哥们儿，快！哎，兄弟，别走啊！怎么着？说叫完了想走啊？装什么好人呢？在这儿？我告诉你们两个，别推来推去的。打我呀？来试试啊！住手！秦凤，你过来。哎，美女，你找谁啊？他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走了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个狼呢，原来是个怕老婆的大尾巴狼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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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以后如果再因为你那女朋友心里不舒服，自己找面墙拿脑袋撞几下去。别当着我的面喝酒找麻烦，记住了，再没有下次。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！刚刚在楼下，你这是一点面子。秦放，我固然跋扈，但至少有眼力。你花的钱做的事我都领情。所以接下来的路程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跟精力在没有用的东西上，赶紧把事儿给办了。出去冷静一下去。OK， 走吧，不然走散伙，有道理。
放下，咱有话好说，行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让我帮你们找赵江龙的话，就给我出去！我不动你，我保证不动你，行吗？咱们东西先放下啊！放开！把东西放下，你给我过来吧！你，干！大半夜了，干嘛呢？把人本家吵醒了，你去解释啊！出来！你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你喊我一声不得了吗？有必要把自己弄成这样吗？什么？你不知道找赵江龙要用的吗？啊！等他们拿到货，你随便想干什么，行吗？冷静好了吗？嗯。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怕这个？你看他，软软的，多可爱！拿开！拿走！哦，原来这个是他的软肋啊。司藤小姐，上车吧。小样，怕虫子，看我以后怎么对付你。虫子定是你放的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Thank you.
所有的这些都是昨天晚上从这个洞里长出来的。是是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呢。如果司藤果真复活，则星云阁定有异象。导航解释，前面就是苍雪山地界。接下来呢？做什么？你去找一个人，叫秋山，是以前玄门的一个玄师。什么门？玄师又是什么？用你能听得懂的话，简单点来解释，就是说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玄师是和我们作对的人。玄门就是这些玄师的组织统称。你找他做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这四下寻仇是要坐牢的。苍城山，好久不见。严老师，我这次来真的只是想看看苍城山的风土人情。临走前又收到你的来信，想到你师父秋山和我太师父李正元是旧相识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知道，但是那个司藤，千真万确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所谓异族，只是过去的一种文化现象，是旧时代科技发展缓慢、人民群众蒙昧的意识产物。一个人死了，复活都是科学解不开的难题，更何况是司藤复活，更何况是一个死了七八十年的司藤复活。但是王玄师，我师父留下那个册子里白纸黑字的写着，星云阁石碑爆炸就是司藤复活的迹象吗？那么我请问你个问题，令师秋山玄师生前是不是文学爱好者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极有可能是他撰写的科幻小说啊。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要不要去医院做个精神科检查？啊？我做什么检查？精神科呀。我哪来的压力？压力？没有压力。我又没疯，我又没疯，我哪里疯了？你怎么看出我疯了？我没疯。我真没疯，我没疯，我没疯！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！你看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妄想症。我，妄想症，我看自己看，是不是一夜之间就铺天盖地了？哎呦，这应该是棕榈科啊，单子叶，是藤，白藤，白藤都应该产生在热带啊。这苍城山不应该有啊，奇怪，真奇怪。王玄师，啊，我呀就是胆儿太小了，石碑爆炸之后，当时就出现这么大个洞，我没敢下去，后来一夜之间长出这么多个藤，我实在是压不住好奇，就去看了一眼，果然是大有乾坤啊，乾坤。你这样，你下去。我下去。我不去，不是里边有东西，我给你看。我不去，那我大老远请你来干嘛来？来来来，拉我呀！你干嘛呀？不是你既然来了，你就应该下去吗？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这么大个洞让我下去，神经病吧？啊！你要干嘛？下去啊！啊！
疯子！救命啊！杀人啊！不是，我清醒，疼，咱俩好下去啊！快！啊！快！快！你别跑啊！你别跑啊！你跑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受惊了，受惊了，误会，我俩是朋友。方建坤，我真的只是想让你看看这洞里的东西，你看了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。真的？哎呦，你想想，咱们两家这么多年是什么关系？我能坑你吗？哦，好像也有道理。你再想想。如果你太师傅李正元先生还在世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一定也会让你下去看看的呀。sorry， 闹了个乌龙，我们先走了。Thank you。等一下。刚刚好像听到有人提起李正元。是我太师父。怎么，你居然知道我太师父？早年间造访过长明山，有幸见到老玄师在山门上提的字，书曰尊道贵德天人合一，可谓是比例遒劲，气势延绵不绝呀。李玄师真是写了一手好字啊！女士，你过奖了。我太师父的确，那个在书法上很有造诣的。哎，这样啊，这书法的事儿咱们改日再聊。我们还有事儿啊，受惊了，受惊了。哦，拜拜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长明山玩。拜拜拜拜！大呼小叫的，你说咱们玄门的事儿吓着普通老百姓多不好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这个句子太吓人了。我惧你了吗？我惧的是疼，是疼，是疼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你。脑袋疼。这个李正元写的字，其实不怎么样吧？当年收到过他递来的一封信。那个年代啊，做事讲究，骂人也骂得儒雅。我明明就站在他面前，还非要装模作样递我一个檄文。一展开，洋洋洒洒上千字，除了满篇拼凑使古人牙慧也就算了，那一首字真是没法忍，状如鸡爪，形如鬼爬，简直就是仓颉为之吐血，夫子为之上吊啊。你这一旦咬文嚼字有文化起来，还真是挺不明觉厉的。但后来呢？后来你给他回了一封？我扫了一眼告诉他我不识字。对了，我查了一下附近的人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对秋山还有点印象，说是有个徒弟住在山上，刚才那个拿电锯的应该就是。想当年秋山跟李正元可都是玄门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现如今的徒子徒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你该不会是小为难他们吧？我干嘛要自降身段去为难这几个不中用的后辈？真是报仇要趁早啊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哇！看看吧。傻眼了吧？我没蒙你吧？坤儿，来啊，看这藤根，啊，看看，哎，你听听，一敲都响。固体被敲一般都会响，但这个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哎呦呦，长这么快，的确是很奇怪啊，对吧？奇怪吧？但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比如被辐射，比如这个地底下有某种矿物质或什么东西。这两年产生了化学反应。你还不相信是吧？你等着。啊？干嘛？哎，
么拿锯子干嘛？看好了啊！你看看，这正常吗？这留着一地正常吗？这很正常啊，这不就是绿色的枝叶吗？所有的植物都有叶绿素，树叶是绿色的也不奇怪啊。古代的小姐们拿来染指甲的凤仙花碾碎了也是红色，难不成你说这花里流血了？当然了，有文人这么比喻，这只是一种浪漫的修辞。看来有文化也未见得是啥好事儿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把这事儿赶紧汇报给有关部门，说不准你发现了古物，你别天天这样胡思乱想了。瓦房年纪还小，整天被你这么影响，对他的成长发育是很不好的啊！我请你来干嘛？你不说好这要拆吗？拆了好呀！你赶紧搬到正常的地方去住。哎，在这待久了呀，的确容易疑神疑鬼的。你闭嘴吧！哎呦，走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重呀？哎，星云阁伙食也太好了吧！哎呀。你们谁是秋山的徒弟啊？我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秋山可真是出息，我又不是生在苍城山，竟然连我的根都挖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您说我师父挖过您先人的坟啊？这话不能乱讲啊！精彩，精彩！严老师，好玩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今晚你们几个都是串通好了的，啊，怪不得我刚刚跑上去就看到他们两个。哼，哟，还置办好行头了，穿旗袍，在我面前演上了是吧？啊，我说你们几个年纪轻轻，好手好脚，干什么不好？团伙诈骗啊！这个人可真是太吵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司藤，算了。可以不吵了吗？啊！哦 ！Oh my god！ 我的妈呀！啊！你刚才叫他什么？能够操控藤条，你就是师父说的复活的司藤。既然知道是我了，那你师父还说过我什么呀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对你不客气。啊，师父，谁在叫？八方，快跑！谢谢。你师父还跟你说了我什么呀？有本小册子，上面提到过你。秋山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我师父他是15年前走的。埋哪儿了？不是，就是走了。我出去弄个粥的功夫，他老人家就不见了。我想应该是修成正果，羽化登仙了吧。你师父的仇我不会报在你们身上，我这次来
是有个事情要请你们帮忙。帮，帮帮帮帮帮，一定帮，只要能做到的肯定帮。司藤小姐，这个册子里有记载您，请您过目。麻烦你念一下。啊。司藤，1910年异变于西南，原身白藤，俗唤鬼索，有毒善角，性狠辣，同类相杀。风头一时无两，遇敌从无败绩。同类切齿，玄门色变，幸甚。1946年。1946年怎么了？1946年，宣室秋山灭司藤于身。什么？1946年，宣室秋山灭司藤于身。再念。1946年，宣室秋山灭司藤于身。再念，让你停再停。1946年，宣室秋山灭司藤于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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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星河灿烂。